他说他身上痛，一动就是一身汗，然后后来说那是发凉，不晓得是阳了还是怎么回事哈。我实在不放心，然后他家里又没得药，我今天给他买个药，给他带上去给他看一下。我说他阳了嘞，他还犟，他说他不是。这个莫说了。这，看一下。没等一下，每次肝肠都是肝一时期。 我给他说喊他肝肠的时候就备些感冒药，因为家又住得远，又在山上，肝肠又不方便，他总是不听。每次要等到感冒了，最后吃感冒药都没得，哎，真是操碎了心呀！你刚刚打电话儿都没带屋里吗？应该带屋里吧，应该带的户型做活络。门都没锁哎。他那个锁还搞干净。 到了后面做活络，刚刚二爷帮我们喊的，火都藏起。嘿，他都在做活络，说明饿了回事了嘛。你这咋子啊？我又很缺德样的哦，不。感冒的？说完，今天说完他就人跑了，我今天。不是，你耍个礼拜都没哪个敢说你，自己当家哈。阿爹。嗯。你是不是阳了哟？你看，光亮色看，看到不到，跟哪还有？ 阿爹去戴口罩去了，因为我还没阳哈，我还怕。戴个口罩戴的没久，我以为你在医院化妆噻。我给你买了些感冒药，这个是九九感冒灵，这个也是感冒灵。就是寒气比较重，哦，喊声痛的时候流鼻涕啊、咳嗽啊就可以吃这个感冒灵，晓不晓得？哦。对，你啥子症状嘛？我就是人软弱。 人软弱，这一天这个老口一天发烧也不顶嘛，发烧一天就是个。出汗没咯？出汗也出不出来。冲两包给他喝上。哎，喝了。不紧张。这是膏药，买了两盒。二弟，膏药拿来，我给你贴。好，我晓得了。 一晚上把它冲剂各喝一包，然后就睡觉。你说你嘛，每次肝肠不是忘了买这个东西，就是忘了买那个东西。我都跟你说的，住的这山上，啥子都可以不背，但是药一定要备起。那个生疮还病，那是避免不了的。那万一生个病，药都没得吃，那拖就拖得很嘛。你看嘛，杨家上爸爸也是，现在生病到现在都还没好。 所以一天我们交的交不得，不脑壳都搞到。你把这个讲好，我们一天就是这一跑那跑，一天都没停过。走了，二弟。嗯。好。好，要得，你进去烤火嘛。嗯。我们现在又要赶回去，赶回去基本上天就黑了，但是也没得办法。你说不上麦看他，他又一个人，弟弟又在学校里面，感觉他一个人又生了病，又没得药，也还是挺遭你巴适的。 好，今天这个大家分享到这里，下期见，拜拜。